新赛季分数都是一样的速度，就个别冲的比较快，但那种的话几百个王者几千个王者就那么一两个，就像这赛季的塔展一样，这赛季塔展冲的有点快说实话，但也是那种不要命的，看他每天打排位不打个几十把，我鞋子四药别轻回，这鞋子四药这个打法说的有点久没看过了，完了我看 AP 了，游戏结束了，来了盲僧，跑的也太快了，没事你先刷野，咱野区不能亏，不过就是过去帮他压一下卡牌，别让他过去 Q 控制底伤，挂个点燃 W 挂上一个平 A 闪现接二段，再一个平 A 收下，资料清晰，咱肯定不差事儿。我跟卡卡的中野啊，一加一大于二，看好这把我们的灵动红单没闪，剩下我应该能相信你吧，这样的话鞋子是吧，鞋子的话那应该是要快速推线，推线去游走，那这把的话我能提前出天马车拿线去，尽量让他少游走，他现在出鞋了兄弟，防动他没闪呢，走，下面有人吗，反杀不用怕 W 回头近战一个 AQA 走位铁马特伤害拉满了，能 Q 吗，哇操怎么四包一呀、啊、你以为这个墙我能翻我不翻吗兄弟，不翻这个墙哪来的追击啊，多帕多帕已经回来了啊，他已经回来了，但是他回来了，就最近我已经看到那些什么 OB 已经看到有他的视角了，但也不一定他这个是真的，有可能是这是个模仿，你们可能说他还没回来，但是他已经回来了，回来是回来的，但不一定这是真的，
切！这切牌这么快吗？他到底是假的还是真的？怎么感觉是真的呀？有说法哎，约不了一点。 但我这波必须要越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让我们上单玩。这波我不越他，他一会儿无压力去飞上路。风险投资了。最关键是我这边没越成，上路还是被越了。我怕的是三包一，就二包一也够了，啥都没了。 看来是不能急，但他这出的 CD， 我操，全是 CD， 全是 CD， 确实很好杀。不要卡视野。 开塔，nice，救下！还有一个吗？能叫一闪吗？装啥呀，进！他没闪了是吧？想杀倒也能杀，但是卡牌有啊，飞过去跟他们翻过去跟他们站一起。 加提亚马特吗？提亚马特缺的器是让你七级的时候拿到限权，主播这把优势很大啊！我四级的时候就拿了这个东西去帮我推线。你要知道你拿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，意义就是帮你推线，拿限权。能尽早拿就尽早拿。看过比赛的扣音，你就知道比赛需要的是什么。拿。 打吧，视频。嗯，哇，这小子应该是没有我视野的呀。为什么我一上他就可以退，我走了他又上了呢？搞得好像有我视野一样。怪，那个针也是假的吗？ 换出那个神，赚了。
这里有眼，我知道，我说的是这里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那针眼位置挺好的，不用换。盲僧可能要过来抓我个蛋，他们的小龙应该是鬼。然后我们刚刚所说的是这里，这里是第一战场，这里才是第二战场。先让我闭一下。假设性原则 ，OK。有道理。再上了，应该飞不了那么多。不过他的出装好膨胀，这要不是拉扯的好，我一靠近他就死了。听我大吗？抓盲王去下，我去上吧。他换线感觉换出问题了。他还要去下，还要去上。你来上路，你又不跟团，这样的话我既跟不了团，打他们我们队友还少个人。先走先走，等我啊。杀 ！Nice 啊！来，我十秒到。这阶段打一个被动，拉开，往前一个翻墙，扑过去，慌，开个扫描看他位置，翻过去，翻过去，翻过去，就 A 一个 W 挂上，等一下，换一个，还会再，会装一下吗？转，打卡牌吧一会儿，卡牌应该在我前面，马上。三、二、一，来吧。OK， 不杀了，我别想走啊！哎呦，你怎么又能秒黄牌啊？丁扯鉴定，兄弟们，真多怕，操了！谢谢夜刀神在叙利亚的前期送出的两个血瓶，确实狠，杀能杀他归能杀他，但别人确实也能秀啊，每次都可以秒黄牌，不能装。找个家属。
我不越了，我每次越他，说实话就是跟他拼反应，这反应也没办法。 最关键是现在我要为了团队放弃 CD 了，放弃防守，我现在只能出 CD，放弃防守，我现在只能出CD。我现在只要被他控住的话，基本上就控到死。还行，等等。还行，等等。拿牌一用。哎，别浪了，再浪就不是了。这波四边坐是，盲王带下路，我带上路，打野带小龙，后下路两个人区中路，二打三，已经不是双线坐是了，兄弟，四线坐是。 各打各的，这下路全是人呐、啊，他都这样了还保他吗？ 找一个他们三个人不在的时候，现在中野辅都在一起，控制太好。 在，咱应该也活不了。哎，大龙有了，怎么说？哎，还有20秒。 三好肥呀！闪拉开，补光，绑成一个翻墙走位。妈呀！我找到真的了，但是假的怎么这么容易死啊？假的正好时间到了，我操，给我炸了！ 还剩一个卡牌和武器，卡牌来的话我直接杀。王王快来扛上！有点扛不动啊，我都扛了半天，还有一分半的小龙不着。 车没了，主播这是闪避，闪避啥呀？这是一闪，兄弟，来个董哥告诉他我们刚才是什么连招，还闪避。
has been slain. Killing spree. QA 亵渎点燃技、啊、这东西大剑的时候确实伤害很高的，好处是大剑的时候伤害很高，坏处是3300块的大剑太贵了，实在太贵了。OK， 这把也是跟卡莎啊纠结联动了一波。